人生万事须自为啊，跬步江山际，辽阔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的特质，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。人生万事须自为，跬步江山即辽阔。原点出自元代范烹的《王氏能远楼》，范烹与余吉、杨载、皆西斯齐名，称元诗四大家。《王氏能远楼》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，示意人生在世，一切事情都要自己努力去做，只要坚持不懈，一步一步地走，也能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。